本台消息，饮食名牌唐茶院威基基分店近日正式在威基基国际市场购物中心开业，这也是唐茶院餐厅在美国的第一家分店，从而吸引了夏威夷众多消费者前去品味体验。作为 Huxton 集团旗下的高端中餐厅，唐茶院是一家提供现代港式点心、法式甜品的茶餐厅，并在传统的点心里融入了珍贵的食材，使得传统的点心显得格外的精致细腻。唐茶院的首家餐厅于2004年在伦敦 SOHO 开张，好评如潮，于同年获得了米其林一星的荣誉，并保持至今。第二家分店于2015年在伦敦 City 开业，开放式的厨房让往来的客人可以看到美食的烹饪流程。唐茶院目前在班加罗尔、新德里、加尔各答等共拥有四家分店。Grand opening of Yawa Cha Waikiki. So it's the first one we're ope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oncept started in 2004 in London, and now it's the seventh restaurant worldwide.唐茶院高端餐厅进驻夏威夷，也让夏威夷的港式点心有了更加时尚的诠释。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者 Honolulu 报道。